缅甸官方电视台昨天引述国防部的消息，承认缅甸对克钦独立军发动空袭。而此次战事升级也祸及中国云南边境城市盈江。上个月28号和本月1号，分别有两架缅军战斗机在攻击克钦武装时盘旋在盈江纳邦镇和保山市腾冲县上空。上个月30号傍晚，还有3发缅军的炮弹落入纳邦镇，摧毁了一幢民居。 当地居民向媒体证实，能看到武装直升机在向克钦进攻，并有克钦人逃到当地村寨的亲戚家避难。